这装备确实有点难扛不住，星星在干嘛？闪杀这个大树没闪，雅高一闪来一刀了，闪杀，亚瑟这个蹦墙打了好多伤害，但感觉这个时候，哇操，机器人，我这个俄斐琉斯这个伤害好伤，哇汉萨姆要倒了，爆炸了，这个位置寄托爆炸，亚瑟看看能不能换一个，亚瑟换了一个，钩子勾到了，我操，机器人这个好牺牲，他不是两个都死了吗？这样。 雅高亮的是方 plus 的表情啊，他跟你有仇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雅高应该是啊，他亮 方 plus 表情，给自己看，我不能当年的方 plus 2021的方 plus 一样游泳回去，我一定要坐飞机回去，这个给自己压力。他亮方 plus， 首先第一给基础亮的 ，caps 看到这个手都在抖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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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aps 压力很大。第二是给自己压力，我不能上2021年的方 plus 一样。 不能游泳回去，两个都是兄弟们。第三是给在家的人看，再给家里的人看。我这样子都有工作，你呢？那么只能开俄斐琉斯，我觉得。他们知道猴子，他们盲猜猴子在打小龙，虽然那个时候那里没眼，但是应该能猜到。一打八吧。这猴子来了，感觉是接不了啊！吉图这边，他们是扛着大龙的伤害。但他们打得很快，能打。有了，打完了。 我操，兵哥，好像死了第一血，亚索基二，我操，亚哥，都让没给单秒，亚索不加二，亚索不加二，亚索这波全背过去，我跟你们说，亚索加二把兵哥杀了，这波团不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不可能是这个画面。别个大奎上，哎呀，亚哥，奎上提W都开不出来，对啊，奎上提什么都开不出来，就直接死了呀。亚哥别去吧，亚哥别去吧，别换吧，亚哥真的。 亚哥，这应该能笑吧？我应该能笑吧？现在，你上吧。哦，我这应该可以笑吧？不是，他这个血量30滴血过去干嘛？可以上左边。真的，这个干嘛？现在已经和谁都打不动了。对啊，现在有点打不动人了，他没有拿青鱼。哇，别人拖了大树，大招他们只能跑了，好像留住了呀。 Caps 没有 W，接二吗？接二了，这个位置艾尔克斯死了，但是汉萨姆也倒了，大树还在清兵，一波是一波不了的，这个兵有点少，没兵了，一波不了。对，嗯，只能推一个中路高地吧。哎，刚那个1000块钱是金克斯打的吗？是，好像是啊。他们想推吗？他们想推二塔，二塔应该能拆掉。二塔一下就掉，嗯。 金克斯伤害还剩多少？就看这波雅高能不能拖这个大树大招。哎，猴子想越吗？在后面，他拖的是9桶大。雅高炸了9桶，炸的很好，我操，好炸这波。哇，雅高这波炸的好好啊！应该能上了。那这个不行，这个哎，雅高起飞了，没死啊！金克斯要跑起来吗？亚索大现在没用。 哇，这个熏没死，而且艾尔克这个是大招，哇，烟化，艾尔克闪现，我操，亚索废了，没用，真的没什么用这个。亚索这个英雄感觉已经废了，没什么用。1-7-6，前面他尝试期的时候他玩的就不好，他自己厉害的时候玩的就很差，就前几分钟玩的，就5分钟，前5分钟被线。雅高还在亮方 plus 表情啊。 哎，看起来今天可能还是要3-0了呀。